尤其我们先生活在今天这个乱世，你心不住在佛号，你就错了。乱世人真的是今天不知道明天死，明天是死是活，不知道。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了。明天我就离开这个世界了。那么对我来讲，什么是大事？这一句佛号是大事，没比这更大的事情。我这个真诚心、恭敬心、求生净土的心，念头一动，阿弥陀佛知道。念头才动，周边法界、诸佛如来都知道。诸佛给我作证，弥陀来接引。我们到极乐世界去了，心一定要住在佛号上，住在极乐世界上。今这个今就是极乐世界，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说明书。是往生极乐世界的保证书。在我们手里，有坚定的信心，相信自己决定往生，一丝毫怀疑都没有。世间万缘，一切放下。一切时，一切处，与人无争，与事无求。我们所争的，是怎样克服我们的烦恼习气，不跟人争，跟自己争。我们所求的西方极乐世界，清净阿弥陀佛。